猪，猪猪，螃蟹的街。哦，弹珠鱼，螃蟹啊，好大的螃蟹。荡秋千，嗯，啊，真有真有。豆哥，豆哥，觉得壮围好玩吗？好玩。哇，这边有人在钓鱼。耶、yeah, ，出发 ，Go Go， 看日出。现在在看日出。耶，壮围海滩。壮围的海滩，哎、欸，你的脸好黑啊，没关系。壮围的海滩不像南方澳的海滩有陡降坡式海沟很危险，所以来这里看海的在地人大多会走到沙滩上。海狗，好多海狗。我们现在在永正海滨公园，从永正庙旁的坡道走进来，约三四分钟即可抵达公园。公园内有木栈道可直达海滩，旁边为宜兰滨海西北段自行车道。这条自行车道北起竹湾溪口，南至南洋溪口的东港，全长约14公里。园区以海滨风光为主要特色，设有凉亭可以远眺龟山岛，也是观赏龟山朝日的绝佳景点之一。龟山朝日是南洋八景之一，每年的夏至前后是观赏龟山朝日的最佳时机。每天的景色会随着当天的天气、时间等因素而不同。豆哥，豆哥，来了！公园最多的狗狗，所以我们现在撤退了，拜拜。当年随吴沙进入宜兰的乡勇，分得名壮围，今壮围乡作为酬谢。这些乡勇多属漳州人。因而现在能在壮围看到许多奉祀开漳圣王的寺庙，这些庙宇也成为来此开垦的先民心灵寄托的地方。这边是东港榕树公园。呜，跳床了，怎么样，舒服吗？舒服。你觉得早上或下午来这边躺着怎么样？躺一整天。没错。非常舒服。就是这么好玩。还不怕没有位置躺。没错，这边每棵树中间都吊一个吊床。没错。东港榕树公园位于壮围乡东港村内。旁边就是南洋溪的出海口，也是南洋滨海自行车道的南端出口。堤防上有两排茂密的榕树，榕树上的渔网吊床是在地老渔民及社区居民以渔网编织而成。还可以荡秋千，哇，很好玩呢。来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南洋溪口水鸟保护区的渡口。耶、yeah ！南洋溪口水鸟保护区位于南洋溪宜兰河及东山河三条河川汇流处，是台湾沿海重要湿地之一。此地为秋冬季候鸟迁徙路径。每年十月至隔年四月是候鸟过冬及游客赏鸟的季节。茂
看到水鸟吗？嗯，有看到水鸟。哦，弹涂鱼，呜、哦，弹涂鱼，呜、哦，你有看到吗？在跳哎、欸！哇、哦，螃蟹的家。此处的沙质土壤含水量不高，且排水良好，沙粒中富含藻类、微生物，适合多种蟹类在此生存。螃蟹啊，好大的螃蟹！呜、哦，好大的螃蟹！好大的螃蟹，好快，超快，它怎么可以这么快？夜结束一天行程，现在要去清沟夜市。